古人留下来的绳结技法，不学保证会后悔。最后一种，我猜你一定还不会。第一种，拖车扣。第二种，猪蹄扣。第三种，布袋扣。第四种，布脚结。第五种，十字横梁结。第六种，万能结。第七种，吊物结。第八种，布灵结。第九种，魔术结。没学会的收藏视频，想学的时候边看边学。